李敖有话说，我写了16个字给大家看，这16个字：福不唐捐，功不唐捐，地不白费，贼不空手。我讲给大家听，佛经里面有一句话，就是福，你做的福报啊，这个福是有报的，有结果的，有报应的。这个报应啊，不会，你做了好事以后，它不出现，他白做了。唐捐就是白白的做了啊，福不唐捐，你做的好事不会白白做了啊。同样的，功不唐捐，你做的功德啊也不会白白的废掉了啊。利不白费，你努力做的一件事情，他不会白白的没做了啊。贼不空手，你去做坏事也没有白做的。为什么用这种修辞呢？大家知道贼的习惯吗？贼有很多迷信，其中的一个迷信，到你家偷东西啊，他什么都要，再坏的东西他要偷到一些走。如果你家里什么都偷不到啊，就不得了了，他就很怄气，这么辛苦的到你家里偷东西，什么都没有偷到啊，空着手出去了，这个他就要倒霉，这个他就等于太怄气了啊。贼怎么做啊？我跟贼有一段时间呢，住在同一个房间里面，就在牢里面。本来我在牢里是一个人关的，有一次为了修房子，大家呢也住在一个大房间里面，我碰到一个小偷啊，他跟我讲他们的一些信仰和故事，他就告诉我，碰到这种情形，到人家家里啊，东张西望，什么东西都偷不到的时候啊，这个不得了了，这个叫光空着手走，这个太怄气了，会倒霉的，怎么办呢？好，做缺德的事情。我说什么缺德的事情啊？到卧室里面，床上棉被掀开，在床里面，床上小便，最好大便，然后用棉被啊就盖起来，跑掉了。我说怎么这么缺德了吗？这么缺德吗？他说就是这么缺德。我说干什么呢？报复，报复你这家里面怎么这么穷啊，他妈的老子们来偷东西，空忙一场，夜里也不能睡觉，空忙一场，所以呢要报复。主人回来闻到臭味道都不晓得在哪里，找来找去原来在棉被里面啊！我说你们这些小子真是缺德啊，贼的信仰啊，贼的信仰。福不唐捐，功不唐捐，利不白费，贼不空手，这种词汇还可以找到一大堆。基本上它一个特色，什么特色？就是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啊。按照基督教的所谓圣经啊，新旧约全书的说法，不单是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你种风还得到台风。换句话说呢，为什么种的是风得台风呢？就是你做的这个事情啊很小，祸事很小，可是啊它变成蝴蝶效应，它的结果变得很大，所以啊你中了风会得台风。整个的这个思路，有福不白做，有功不白做，有利不白费，有贼不空手，整个的这个模式啊英文讲的 pattern PATTERN 啊，这个模式什么模式啊？这个模式是有为主义。什么是有为主义？就是这件事情啊，我做了跟不做不一样，并不是说用从成功来看呢、哦，不一定哦。从成功来看，文天祥失败了；从成功来看，史可法也失败了。以成败来论英雄，文天祥、史可法都失败了。不能从成败来看，而是从这个事情来看，做了以后他有不失败的地方，做了以后他有成功的比例，这就是我们看人的一个标准，也是我们做事的一个标准，也是我们有为主义者的人生观。我是有为主义者，
我相信这件事情做跟不做就是不一样，只是在眼前有的时候你看不出来，可是有的时候啊，在你看不见想不到的时候，在你看不见想不到的地方，你做的事情会生根发叶，开花结果会出现，当然你做的祸事也会流传下去，这就是我的一个基本上的信仰啊。因为有这个信仰，所以我才告诉大家啊，人生活的时候我们会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，我们有责任感的，有信仰的，有理想主义的啊，有这种好斗的，好战的啊，民胞物语的这种抱负的人都会有这种品质。可是我必须告诉大家，我有这些美德和品质以外，我还有一个特色别人没有，或者说遭遇不到，或者说享受不到的一个方面。什么方面呢？我会使我里奥变得很轻松，我常常使我自己啊在忧国忧民以外啊，在苦心焦思以外，我有一个很轻松的那一面的里奥，我会自得其乐。为什么有这一面？因为有这一面的里奥才使我不会怄气，不会胃溃疡，不会胃癌，不会死掉，不会死于这种病。我在节目里面曾经谈过我的一个老师，叫做殷海光啊。你看他这个人呢，很奇怪，他是那种啊，跟你好朋友又认识，可是面无表情，看到你的时候一本正经。你要跟他聊天的时候啊，要谈，就好像那个汽车一样，冬天呢要开这个汽车要 warm up， 要热这个汽车一样啊，你要把它预热起来啊，这车才能有走动。你看到殷海光老师啊，他跟你脸色死板的，好像不认识你一样，两个人开始谈，越谈越高兴，越谈越高兴，这个车一样就热起来了，哦，他开始笑起来了，然后开始有说有笑，然后开始谈笑风生啊。可是两个人分开以后呢，下一次见面的时候啊，对不起，重新热车，他又那个死脸又摆出来了啊，一本正经又摆出来了，你还要重新跟他谈起来以后，他再恢复这种谈话的正常状态。他平常就是忧国忧民啊，就是苦心焦思啊，所以你看他面以后，尤其刚看他那种脸，充满了满脸的悲情啊，一看就觉得哎呦，这个世界要塌了啊！为什么要这样子呢？后来我不跟大家讲过吗？他得了胃癌，他的太太，我们叫做殷师母，后来写信给他香港的学生，有段话白纸黑字啊，我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展示过的。他说我很感谢李敖，因为他救了殷老师一命，因为李敖把他殷老师硬给拉到医院检查，查出来胃癌，然后抢救，得多活了一年。殷师母说我很感谢李敖，因为他救了殷老师一命，可是我非常不喜欢他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骂他们的教，我殷师母是个教棍，信基督教信迷了啊！我批评他啊，他对我非常的感冒啊，不喜欢我。殷海光啊，平常就这么一个人，他最后得到什么死的呢？还是死于胃癌。可是我跟大家说，胃癌死于胃癌有很多的原因，其中一个定论啊，大家可以确定的，就是他的人精神不快乐，精神不快乐会引起他得到胃癌。殷海光是思想家，殷海光是哲学家，他是西南联合大学哲学系毕业的，在台大也教哲学。一个思想家，一个哲学家，最后死于胃癌，什么感觉啊？觉得不搭调，你这个人怎么会死在这个病上面呢？孔子说斯人也而有斯机也，这种人他会得这种病。可是殷海光斯人也是哲学家也，斯人也思想家也，哲学家也思想家也，而得胃癌而死也，通吗？不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证明了你不快乐才得到这个病，而你这个行业
是思想家、哲学家，你怎么可以不快乐？思想家、哲学家而不快乐，证明了你的思想走进了死胡同，你的哲学没有学通啊。斯人也不该有斯己也，你这个人不应该得这个病啊，因为你的不搭调。我举个例子，就是说神父、和尚，哎，忽然死了，什么病啊？梅毒。哎，神父怎么可以得梅毒死掉啊？那么和尚怎么可以得梅毒死掉啊？大家觉得好怪，你这人你怎么会得这个病呢？不搭调。所以我说，我李敖可以死掉，可是我不会得梅毒死掉。我最想的一种死法，张飞的死法很好，哈哈大笑，把自己笑死了，我觉得这是一种快乐的死法啊。或者像当年阿提拉啊，那个有名的匈奴的这个领袖啊，他是新婚之夜死在新娘子身上，哎，我觉得这个死法也很好啊。高潮的时候，哎，心脏病发死掉了，这是好的死法。怎么可以得什么胃癌死掉呢？可是我告诉大家，我的忧国忧民不次于殷海光啊，我的苦心焦思也不次于殷海光啊。可是为什么我能够不像他那么的痛苦呢？你看到我不会觉得愁云惨雾，看到一片愁云惨雾啊？为什么？因为我有我自己疏解之道，有我自己啊苦中作乐之道。为什么你李敖这样干？因为我没那样笨。为什么我要一天24小时跟我过不去啊？啊，我要自己除了忧国忧民以外，除了苦心焦思以外，我要过一点点啊胡闹的日子，看起来像胡闹的日子。为什么看像胡闹？就是哎，你李敖怎么这样子呢？我就是这样子。大家看最新的一件事情，大家看画面啊，看吧，这是今年3月23号啊，报上登的，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美女就坐在我腿上，你看到？看啊，坐在我腿上啊，看到没有？我在上吴宗宪的节目啊，然后美女就坐在我腿上啊，叫你看刘真，这个女孩叫刘真啊，她是不是跳舞跳得非常好？刘真崇拜李敖，坐在她腿上拍照啊，姿态撩人啊，这就是刘真啊。大家在节目里面看过很多女孩子坐在本人的大腿上的这个照片啊，前后大概有十几次啊。为什么你李敖啊？大家觉得怎么有这种画面出现？我觉得为什么不可以有这种画面出现啊？我又不是国家领导人，为什么我不可以这样子？我又不是这个大学校长，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子啊？所以这就是我那种另外一面，你们看到了，就是我也会啊与民同乐。啊，与民同乐，就大家嘻嘻哈哈一场啊，有点胡扯，有点乱盖啊，有点这个言不及义，没关系啊，啊，这就是我轻松这一面啊，我自己使我不能够得胃癌的这一面，就是这种啊，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一面，所以有的时候我谈到很多问题，看到别人骂我，对我而言啊，我哈哈一笑，为什么哈哈一笑啊？啊，就是说你们骂我又怎么样呢？老子们更不在乎你们这些东西，你们知道我什么呢？你们知道我多么伟大，你们不了解啊。所以在清朝的时候，有一次啊，皇帝又问了一个大臣，说什么是好人，什么是坏人呢？这个大臣呢就告诉皇帝说啊，凡是赞成我的、赞美我的、赞成这个就是好人啊，凡是骂我的就是坏人。这个标准呢好奇怪，我们觉得好奇怪啊。可是发现我越老越发现这句话适合我李敖呀，凡是捧我李敖的就是好人，凡是骂我李敖的就是坏人。为什么这么武断呢？因为屡试不爽。为什么说骂我李敖就是坏人？这好坏，坏不一定是那个恶人那种坏，而是说他不及格。为什么说他不及格？思想充满了嫉妒，眼光充满了绿色，对我李敖只看我的缺点不看我的优点，头脑都是浆糊啊，抓着那些传统给他的那些
头脑的人物塞在他的头脑里边。好比说这个人满脑都鲁迅，在我看起来他的中文不好啊，他的思路不好啊。所以我说用我变成一个标杆，一个最好的测验，就是你对我的批评并不是我怎么怎么样，而是反射出来原来你是这种水准的。你不能欣赏我的优点证明你的文化水平不及格，不证明别的。所以我们看到很多骂我的话或者挖苦我的话啊，或者污蔑我的话，在我看起来你不及格，你水准不够。所以我说赞美我的人就是好人，骂我的人是坏人，是从文化水平来看的，证明这个人及格不及格。我举个例子看，你们看到真正的人穷好汉吗？就在这里，我可以这样子在白色恐怖时代跟国民党对干的，跟一个政党对干的。你告诉我什么人有这么了不起的人格，你看到吗？好比说为了解决这个慰安妇，我把我那100件的收藏的品全部一卖卖掉啊，用马英九大家金维纯我们这人就一起努力卖掉啊，卖了$100万呢，来救这些慰安妇。告诉我什么人有这种豪爽，割掉自己心爱的收藏品来救别人。我李敖这种伟大这一面你们都看不到，整天说你说我李敖什么风花雪月了，什么女人坐在大腿上面，你们只看到这一面，证明你这个人思想上面这个平衡感不好。所以你如果批评了我李敖，我会说你笨，我会说你不及格，我会说你是坏人，原因就是说你的水平不好。你批评我，我李敖就这个样子，也不会变，我也不会因为你批评就被你打倒，没有这个事儿。我告诉你，我还是我。一个人当大到了你对他的悔和欲都不能伤害他的时候，也不能够增加他的时候，这是了不起的境界啊。所以庄子讲嘛啊，是不是举世誉之而不加劝，举世非之而不加居，就这样子啊。为什么有这样，就表示说我的境界不是因为你骂我或者捧我就影响我，可是显示了你自己，你骂我和捧我可以反射出来你阁下的文化水平，你会泄底。在我聊的这个标杆上面，这个标尺上面，这个量表上面，这个定性分析上面啊，你会泄底。由于对聊的态度，对聊的评价，你本人会泄底。我警告你哦，好麻烦的一件事情。这就是我聊的冷眼旁观，看到别人对我的啊褒和贬，捧和骂的这种反应，这就是啊。所以我跟大家说，请大家特别注意我聊这一面，就是我聊这一面会使我变得非常的轻松。你骂我我不在乎啊，我自己有我的一个奇怪的这种生活方式，大家觉得你怎么可以这样做，有什么不好。可是我告诉你，哪一个人叫一个70岁的老头子，我现在70岁啊，今年4月我就71岁，能够有这种样的这个举手投足的这种动作，一般人不会也做不到，不是吗？可是我告诉大家，我并不也掩饰这一部分，不是说哦，我一定啊像正经八百对付你，或者像我的老师叶海光那样子一团愁云惨雾。告诉你哦，我李敖在忧国忧民呢、哦、告诉你哦，我李敖在苦心焦思哦，我是个忧国者，我是个爱国者，我要整生民于水火之中啊。我干嘛？我不需要用这样子来标榜我自己，虽然我做的是这类的事情啊。我跟大家讲的就是这种特色我必须要知道啊。所以今天我告诉大家，请大家看这个照片，这个照片叫做西西蒂米尔啊，西西蒂米尔，西西蒂米尔，这个是美国的大导演，他有一次拍一个电影叫《埃及艳后》，千军万马之中啊，埃及女王出现了。他拍这个景的时候啊，他要一个真的项链，戴在价值连城的项链，戴在这个女明星的脖子上面。人家在跟他说，找真的项链干什么？这个画面这么大，千军万马，谁会注意到这个项链是真的假的？西西蒂米尔说，
个女明星会知道，她扮演埃及女王的这个女明星，她自己知道这个项链是真的假的。当她扮演这个女王的时候，她的一举手一投足就是女王。可是她戴个假项链的时候，她自己会知道，我戴的是假的项链，我戴的不是真的女王的项链。当真的女王的项链给她戴上去的时候，她的感觉不一样。所以这个项链是说，她知道，我知道，这个是真的。请大家永远记得这个故事。当我里奥向你宣传我自己的时候，我希望你知道，我也知道，我们心里都有数，知道点点里奥的分量带给你的欢乐和忧愁。我希望你真正的评价一下，不要道听途说，道听途说的结果就会在节目里面被我这样奚落，说你没有文化水平。